演艺圈有具有各种才华的新人，我们今天要以我们的陈汉典同学作为标准啊，是，对。然后呢，我们来邀请的新人就是用陈汉典为基准，看是比陈汉典更有才呢，还是比陈汉典差一点？可是，在你眼中，陈汉典是有才的吗？是有才的。有，他就是以一种浑然天成的状况存在于我们节目，所以你希望他留下来。我还好哎，我希望今天可以找到把他踢走的人。我也是，但是他很融入这个节目，跟这个节目非常的 match， 三个人已经算是个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至少要跟我们是聊得来的吧，因为陈汉典私下实在跟我们太聊不来了。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布景有三个柱子，好像这边还差一根，所以如果汉典要留下来，可以当第四个柱子啊。我不是一直在当第四根柱子，所以我相信你是非常的老神在在，因为你每一次新人来挑战你，也没有人压得过你啊。不是，这个是一种怎么讲，一种自信的。哎，如果万一有一天 B Two 真的打给你说汉典下礼拜你不用来了，你会不会哭？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了。你想想看啊。其实会蛮难过的，因为离开两位了，是真的是蛮难过。我们可以办一个大 party 啊，在钱柜啊。啊，有这么样的开心啊？对啊，就是。我会说动我所有电影圈的朋友们，尽量找他去演电影，到没有空来我们节目。而且 party 我老公也可以提供红酒啊，是是，让员工喝的，大家就是开心而已。难得可以说难得对我这么好，然后，对你准备好了，我们要欢迎今天的选手们。是，没有问题了，随时 stand by 好了。好，他们会出现在我们的白幕的后面，然后我们会先凭他们的身形或者是动作来判断一下他们的才华是哪一方面的。很有型啊，完全可以替代陈汉典。你也看得出来，这样子手多灵活啊！真的耶，他看起来是酷的那一类吧？是，打扮上或者发型看起来就是那個，也不是一般的帅哥，是很有型的帅哥。很有型的帅哥，来，我们欢迎他出场哦！欢迎这位很有型的帅哥出场，欢迎！来来来，往前站哦！来，Hello， 你好。他的表演我觉得 Party 会很适合，对，很震惊。所以到目前，因为我都有在夜店表演过。Echo， 随便一小段 B-box 好不好？是随便节奏。来来，快点嘛！好好，谢谢。对对，对。我们没有要舞蹈哎，陈汉典，我们要 B-box 哎，陈汉典，我们要 B-box 啊，是。你用最简单的谱。好，加油加油，来学一下。我之前教过。要有麦啦，事实上他刚才没有麦，没有感受到他那个威力，那个 power 要出来是。汉典，换你来。完蛋了，陈汉典还是留个牙线，我一母牙线。好了，谁威胁到你了吗？我觉得 Echo 很强哎， Echo 很强啊，对对对，他的才艺。因为我们对模仿有点厌倦，我们想要听一点声音。而且 Echo 不是是三年前来，你当时就答应我们说你要练 B-box 啊。我刚刚有稍秀一下，你有看到吗？我教你啊。哎，是。剥橘子皮，剥橘子皮，剥橘子皮，吃吃，然后加大鼓，嘴唇出力一点，是剥橘子皮，剥橘子皮，剥橘子皮，剥吃吃，剥橘子皮，剥橘子皮，剥橘子皮，剥橘子吃吃。然后再换一个，你这是相声的，你这是相声的，是好笑，你应该看。组双人组哎，你们可以去校园表演啊，因为 Echo 就是专业，然后你就去坏掉那个版本，对照组就对了。I thought you'd always be my刚刚敲这个边是什么？就是一个音效。看一下。哦，一个转身。这个你要会啊，敲脖子，啊、敲脖子，快点。太小力了。哦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转身的，有这种转身的，一次表演五六个声音的。哇！
值得大红大紫啊。是，柯博，你第一次在现场看到 Echo 的表演吗？很棒。这有什么好不签他的？这一定要签的，要签的。为什么不签呢？哎，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吗？你已经被签走了吗？现在没有。啊，现在还没有，快点快点。现在没有吗？合约合约。合约是这个事情。他喜欢你，你不要合约。Echo 为什么没有被签走？之前呢？合约也行，你很厉害耶！是啊，因为我不知道透过电视看怎么样，可是现场看非常棒。对，心都揪在一起。尤其是他刚刚在表演的时候，我们是从后方看到他嘴巴的动作，就跟电视正面拍是不一样的。陈汉典，你要练起来，不然你就打自己喉结，打到吐血。会不会看电视的人觉得说，阿咪老师也可以做出这么多？可是毕竟是机器，可是他是人，人生。可是人这件事情，就是说电视观众是感觉不到的、啊。对了，不知道他的表演，可是他是我看过 B-box 里面算层次比较多层，哎是，而且阿明老师做出来可能也没有他那么多吧。哎呦，有有有，有有他在上网。不要这么慢，我要哭了。不要跟小孩子计较，做你做，对不起。他刚刚那个，对，跟他开玩笑，他生气了，对，他有挣扎一下。那你来用下课十分钟加上那个鼓声，然后打自己喉咙吗？补下课十分钟的，哎，你可不可以？我看你可不可以？你要不补补啊？剥橘子，剥橘子皮，剥剥橘子皮，下课十分钟，剥剥橘子吃吃，剥剥吃吃。哎，真的，哎，这真的没有办法这么快就练成，怎么好像坏掉了？